今天来套超燃脂的 HIIT 有氧间歇训练，四个必选动作和一个备选动作，双脚与肩同宽，动作起始为四分之一蹲加手臂后摆，以踮脚尖手臂上举为动作完成。这是个蹲的动作，前肌上升过度前倾或吸取主导变成下跪，站起时夹紧臀部收紧腹部，别把自己扔出去。好，动作正式开始。 Z 字蹲起十次，吸气下蹲，呼气向上，切记仰头，始终保持脊椎的延展。蹲下时手臂后摆夹紧背部，起立时挺胸沉肩，始终保持脊椎的延展，心跳马上提速，全身微微发热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原地顺时针逆时针小跑四圈，调匀呼吸，让我们准备下一个动作。吸气，双臂在头顶交叉，呼气，单腿抬起，双臂在腿下方交叉虚抱，然后交换另一条腿，交叉高抬腿开始，左右一组，共十组。抬起手臂交叉感到困难的话，可以屈肘；抬起的膝盖站不稳的话，可以只是双手摸膝盖。好，再次原地小跑转圈，平复心率，准备下一个动作。吸气伸展双臂，呼气握拳下拉，同时单膝抬起，手肘向抬起膝盖的外侧触碰，左右各一次为一组，共十组，加快速度。整个过程靠胸椎的旋转来带动左右的交换，腹部绷紧，这可是个美化腹部超棒的动作。再次顺逆时针转圈小跑，准备下一个动作。吸气双臂抬起，呼气单手下拉与同侧膝盖触碰， K 字侧伸展20次，身体始终在一个平面活动，挤压侧腹，锻炼腹斜肌，动作慢且有控制，体会肌肉的发力和另一侧的拉伸。动起来后的每一天都比昨天状态更好，肚子上的肉又结实了，再忙也一定要抽出30分钟来运动哦。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再次转圈小跑。好，最后一个是备选动作，呼气，左脚向后拍打右手，吸气点地还原，呼气，双臂上举，同时单腿后伸，落地交换另一侧， C 字扭转，左右各一组，共十组，整个过程绷紧腹部，切记惯性甩动，腰曲过大。还有五组没练完呢，女儿饿了，剩下五组你们继续。以上全部动作为一个大循环，根据体力2到4组，收藏练起来，明天继续。